在把我咬到，反正就流泪。刚才看着我流泪，王老师流泪。我是一个很文雅的人，所以说呢，我不能像你这样子。你是魏婴，我是梁王。我嘴痛。啊，想打喷嚏！哇哦，哇哦，酷！哦，哦，yeah！ 啊，不能笑，嘴痛。我跟你说，我感觉我嘴已经开始胀了，开始肿了，我。会的，这个都会的。会吧？对。现在好胀啊。慢慢就会好了。哦。一定不要，切记不要去吃辛辣，切记啊。今天晚上就去吃。这个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豆捞还好，豆捞。别转过来。豆捞刚才，豆捞还是热。眼神有，没有关系的，很快就好。注意一下，两天就好。